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今天又拎支在铺头拎一支吉他介绍给大家。铺头有很多吉他啊，逐支讲都有排拍，不过耐唔闲我都拍下嘅。OK， 呢支啦，今天咧我系呢支 ，ERS， 好靓哦。翻咗货一阵噶啦，我好像冇乜点特别介绍。OK， 呢支咧系一支美国一间吉他 shop 叫做Guitar Asylum 的Special Order Model 嚟嘅，咁咧 custom 24嚟嘅，好靓嘅 One Piece Top，One Piece 好靓嘅呢块 Top， 同埋咧佢系 Rosewood Neck， 有啊 Paul Smith 嘅直筆亲笔签名，好靓嘅 Mahogany Body。咁啊，呢度寫住 3 of 10，即係佢應該就做咗十支，咁呢支係三號啦，係啦，就係咁。所以咧就佢唔係什麼 ten top 啊或者咩啊，即係佢係一支特別版嚟嘅。OK， 好啦，兩隻5909 pick up， 咁就一個 bottom 一個通，五格 5-way selector。好啦，聽下個聲先，譬如四前咪，係啦 ，PRS 一貫嘅甜美濃厚嘅聲音。咁啊 ，custom 24咧就冇22啊，或者 McCarty 嗰啲咁甜咁溜嘅，但系都相當之圓滑個聲音。啊，咁就尾麥咧。聲音都相當大力，佢又唔好惡，不過就又係啊好豐富嘅聲音，一貫 PRS 嘅聲音啦。好啦，咁咧佢五格啦，咁第二同第四其實就係 split coil 嘅，我就好少用到 PRS 嘅 split coil 呢一個聲音，因為我覺得佢個 split coil 咧就好似麻麻地好用。咁就 anyway 啦，咁用當翻佢肯不卡咁用嘅係 very good 噶，啊咁樣就係咁啦。咁中間兩個肯不卡 mix 埋一齊嘅聲音咧。興趣上嚟睇下，試下佢，甚至乎買咗佢，係啊，誒唔係好貴嘅，40,000+嘅啫，啊，咁就因為好靚啊呢支特別版，好，今日就咁，有興趣留個言俾我，有咩唔明 ，OK， 就可以隨時揾我 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